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黄老师 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每笔交易是必须严格带止损的，禁止锁仓跟扛单。那昨天的话呢，整体的一个行情的波动哈，在美盘的一个时间哈，还是怎么样，还是幅度比较大的，对不对？那包括昨天早上哈，我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棒扭的多哈，是什么内回档加水平支撑的一个共振的位置，这个多点也怎么样成功的走出来了，对不对？也是我重点哈跟大家去提到的一个机会，对不对？如果说哈这个机会你参与进去了，那肯定是什么，肯定是赚钱的哈。像这样的一些行情就是什么，就是躺赚捡钱的一些机会了，对不对？又有一个什么大级别的一个水平的一个支撑，小级别又是我们的一个高胜率的内回档的一个结构了哈。好，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机会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直盘美加，也是我们的商品货币。美加的话呢，打开这个盘面哈，相信大家一看哈就能看得懂，对不对？所以整体上的话呢，价格还是怎么样，还是向上突破了这个震荡区域，对不对？已经是走了二段式了哈。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思路是干嘛呢？是顺着它突破的一个方向去做它的一个多啊。那这个多的话呢，怎么样去参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当下的这个结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带大家去操作的一个什么，去做延续的一个镰刀的一个行情，对不对？现在价格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做进去啊，朋友们。那这个机会的话呢，是很清楚很简单的哈，做进去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赚钱的行情了哈。好，再来看一下哈，我们其他的这个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美日啊。那美日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路是做什么呢？是做它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结构哈。因为前期这个位置哈，它价格并没有怎么样哈，实体直接怎么样去突破走延续了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路哈，还是做震荡。所以说前期的这个反弹的这个逆动能啊，四小时 K 还是怎么样，还是很强势哈。所以今天我们的一个思路的话呢，可以哈从这个一小时哈去着手哈，一小时76.4。价格下来76.4，那这个位置的话呢，也是一个什么啊，前期这个位置也是一个什么支撑点，跟我们的昨天的棒扭是有点类似的哈。所以下方这个啊，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刺头啊，这个点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刺头哈。价格下来76.4，我们就可以啊多进去哈，朋友们，这个多哈也是我们今天不错的一个什么重点的一个打点的一个机会了。好，再来看一下哈，我们棒西当中的一个棒瑞哈，朋友们，那棒瑞的话呢，从整体上来讲哈，还是一个什么啊下跌的一个趋势啊，对不对哈？这个位置水平支撑的话呢，价格虽然说创出了一个新低啊，也有一个很强势的一个什么啊逆动能，对不对？它单独啊我们来看的话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单独的一个走势，我们只研究什么？它最新的哈一两笔走势就足够了哈。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路的话呢，是什么顺势去做它的一个空啊。那从小级别上来讲的话呢，价格已经怎么样跌破了这个区间的一个震荡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对不对？已经价格跌破了啊这个水平的这个震荡的一个区间啊，向下跌破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思路的话呢，是干嘛呢？是做它这一笔的一个延续哈，朋友们，是做这一笔的一个延续，看什么？看这个日线级别的回档了啊。所以说这一笔空间是我们啊去今天哈要去操作的一个机会，看等一下行情能不能给到一些很好的信号，给到了我们就怎么样，就去空进去哈，就去做它的一个空。好了，各位伙伴，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早盘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赚钱机会，可以扫描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小助理联系哈，成为我们的会员，会享受更多策略以及我们的这个教学服务。那最后呢，我也祝大家交易愉快，我们明天再见。